最常使用的社交软体是 IG， IG 还有小红书。这有什么好笑的？最少用的 FB。为什么？你用 FB 吗？我是看 FB 的那个影片。你说电影解说？对。那随便讲出那个电影解说里面有几个词？小美哦。小美。还有谁？小帅。小帅。差点要把他嘎了。啊，对。小红书有什么好玩的？很多帅哥。台湾人很多人用小红书吗？蛮多的吧。国中生很多吗？蛮多的，就可以学什么怎么化妆。那你觉得如果现在要进一个社交平台，小红书跟 Facebook 应该进哪一个比较多年轻人用？小红书吧。同学 ，FB 真的是老人家在用的吗？国中生最常使用的社交软体是什么？我只用 IG 而已。IG。所以你们聊天也用 IG？ 对。那最少使用的 LINE， 为什么？除了跟爸妈传讯息，就不会再用了。你说 LINE 吗？对。那脸书呢？为了登录游戏。可是脸书跟 LINE 爸妈都会看，可是比较不会。哦，就是因为爸妈管不到 IG， 所以我们用 IG。对。那如果有一天爸妈查到你们的 IG 之后怎么办？对，他们不会用，对他们对手机有点障碍。你们最常使用什么社交软体？IG 来，那也不是爸爸妈妈在用的吗？就有那种有买贴图啊，不用就很可惜。哦，已经花钱了，三账号很浪费钱。错，真的。我现在想转微信，我也觉得很痛苦，你知道吗？都已经花钱买这么多贴图了。好，那最少用的，最少用的，FB， 但是六年级的时候很常用，非常。我们现在还在用 FB， 他们已经是小朋友六年级之后就不会用的东西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你六年级之后转什么 ？IG。那为什么不用脸书？脸书可以看影片啊。但是我会用其他的，像是 TikTok 之类的。那如果跟喜欢的对象，你们会用哪一个？来，喜欢的对象。我会当面聊，我会当面聊。他说我没有要再跟你背后偷偷聊。最常使用的社交软体是 IG。最少使用的。Line FB。MV 为什么不用 MV？ 这是阿公阿嬷在用的东西。会被网暴，会被网暴。已经有四组都说阿公阿嬷在用。哦，真的。可是确实我们就在用 MV 啊。你为什么觉得那阿公阿嬷在用？因为阿公阿嬷喜欢用那个看影片啊。那波波啦，波波啦。对，那你们为什么不用那个看影片？你觉得用 MV 看影片好像就层次就降一点？有抖音，然后还有 YT， 为什么不用那个看 ？OK， 那为什么你就是不用 Line？ Line 哦。他都没有通知，而且如果一通知是那种叮咚叮咚，那就很大声，你知道吗？就是 IG 比较没有那么多的。哦，我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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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而且通常 LINE 都拿来加什么班群、家长、爸爸妈妈问你几点回家。啊，对，几点回家？对，可是那你聊天就只用 IG 吗？如果不是爸妈？有时候会用 Messenger 啊，但是等一下 ，Messenger 就是 Facebook 的、啊，就是脸书呢。对啊，但是就是我觉得 LINE 就是比较少用。OK， 最常使用的社交软体。IG 还有小红书。这有什么好笑的？最少用的 FB。 为什么？你用 FB 吗？我是看 FB 的那个影片。你说电影解说？对。那随便讲出那个电影解说里面有几个词？小美哦。小美。还有谁？小帅。小帅。差点要把他嘎了。啊，对。小红书有什么好玩的？很多帅哥。台湾人很多人用小红书吗？蛮多的吧。国中生很多吗？蛮多的，就可以学什么怎么化妆。那你觉得如果现在要进一个社交平台，小红书跟 Facebook 应该进哪一个比较多年轻人用？小红书吧。Facebook 都是老人家吗？蛮老的，但我觉得 LINE 比较多老人在用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今天还买主题给你耶，太过分了。那就是你也有在用老灰啊，功能老灰啊，你啊，你买什么主题给他？哦，蜡笔小新的。哦，第二个问题想请问一下，最常使用什么社交软体？来，探探，他都传给我。那个叫交友软体，我们说社交软体。FB， 你用好人耶？你用 FB 干嘛？我也用啊，我问你用了干嘛？我看那个干片，我聊天啊。你说小美小帅？对对对啊，白大褂。来你呢？最常 IG 最少使用探探啊，我没有探探。社交软体不是交友软体哦，社交软体抖音。你不用抖音？我不用抖音。国中生不用抖音？他刚刚还在看他直播哎。
你有在直播、喔？我没有在直播，我都看法拉拉一起直播。所以你有在用抖音吗？比较少。对，比较少。为什么？现在不是最红就是抖音吗？里面都屁孩啊！哇！不是啊，我不是啊，爱看。那你最少用什么 ？IG 吧。为什么？你很奇怪哎、欸，你最少用 FB， 最少用 IG， 那你跟所有人都不一样哎、欸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有什么得到见解 ？FB 好用。FB 好用。好，来 ，FB。为什么不用 FB？ 单纯太多干片了。哦，你不喜欢看干片？那明就很好看。对啊，对啊，用抖音就好了。小帅有时候都是很帅吗？哦、对了，他用抖音看就可以了。最常使用的社交软体是什么？你先来。IG 跟 Twitter 吧。你在用 Twitter？ 啊。干嘛？对啊，为什么大家一听到 Twitter 会笑？就看那种 VTuber。看 VTuber。嗯。那你最常使用什么 ？IG 吧 ，IG 跟 Twitter。其实是看动漫的那个更新，你不用那么紧张解释。真的真的。来，你呢 ？IG 跟那个 Messenger、就是。来，请问一下，什么软体是老人家才会用的？Line 啊 ，Line 一定是 Line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跟家人都用 Line 啊。可是你都用 Messenger 了，为什么不用 Line 聊 ？Messenger 跟 Line 差在哪里？它会有那个头贴显示出来、啊。Line 也有头贴啊。但是比较不方便。那你们觉得老人家用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阿姨阿嬤都用菜。你不能因为阿姨阿嬤，你说阿姨阿嬤都吃菜啊？你吃菜，你就是阿姨阿嬤。不是，不要，他们就是比较常用菜。